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，他肺癌症的扩散到食道，然后他吃东西就是硬吃下去吐出来，然后继续再吃，怎么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。他说他就是觉得他儿子没成家，他没有家。日出又日落，深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。怕我再想起。